我叫王武士啊，我伫一间观光工厂咧做工课。年轻的时候，国中毕业，我就做工厂啊，整天汗流浃背，要赚人的钱就是爱振动啊。回来到厝，就是我较爽的时阵啊。电视开咧，来看我想要看的节目咯。我爸平常都看公视的生态节目或者是旅游节目。从以前我爸捐款给公视，然后一个月就会有一本月刊，现在堆起来大概这么高。公共电视18年的历史就在这里。我虽然刚才是国中毕业，我唔讲我出门去，大家都嘛讲我参像个退休老师。公共电视哦，伊就是会帮忙我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请拨打捐款专线02-2633-9922。